自由基打到了这个 DNA， DNA 就会产生癌变，还会因为你熬夜、生活压力大、吃油炸物质、吃烧烤物质、吃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化学物质，都会产生自由基。抗肠癌的黄色高手是什么呢？哇，好期待哦！是玉米。好，潘老师今天就是穿黄色的，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